之前做了剪影拍摄教学，在现实动态放了这支影片，一堆人文是怎么制作的？今天来加码做教学，快速说一下剪影怎么拍。LED 灯对着白墙打开，站在灯前自拍，长按荧幕压低亮度拍摄即可。剪影照片就可以准备使用啦。使用剪映后 CapCut 导入剪影照片，将照片拉长播放时间，拉长至15秒。因为一则现实动态一则是15秒，选择贴纸，在搜寻栏输入闪并搜寻，找到这个闪光贴图，将贴图移动到眼睛处。记得将贴图拉长至覆盖整支影片，针对贴图选择复制，将第二个闪光贴图放到眼睛处，选择特效，选择自然，选择烟雾，将烟雾特效覆盖至全部影片，选择特效，选择 DV。选择录影带，将特效覆盖全部影片，再次选择特效，选择光影，选择车窗影，特效也要覆盖全部影片哦。哎，效果是蛮不错的哦。再加入酷酷的电子音乐就完成啦，效果酷炫又神秘，会非常吸睛哦。你学废了吗？点赞留言加入最爱哦，关注我教你更多手机摄影。